大家好，我是阿莫，我现在在潘切，然后刚才我们去莹姐家里路过这里的时候，有看到一个天后宫，上面是那个天后宫写的是中文。这个颜色好鲜艳啊，现在我们进去看一下。啊，哇，我们在越南哪里是庙的，我们随便可以出去啊。啊，但是女人要穿长衣服，跟他们一样，不要太皮啊，太多吧，女人不是男的。嗯，左右两边都有一条龙。我们越南龙是我们很龙是水啊。啊，龙是水啊。你看这个也是。啊。天后宫，哇，他们这个颜色做得很鲜艳，这个灯笼好大个啊！你问他我们可以进去不？可以进去吗？可以啊。现在我们要进到里面去看一下。哇，上面有那个八仙过海，看到没有？上面八仙过海，哇，都是中文的。这边有一匹马，看一下哦，还有中文介绍，这是平顺省潘切市富海天后世纪与富海天后宫之溯源，依据天后宫谱，华人到越南侨居经商运输货物，常以海运来通商到各大小市镇区买卖。在潘切市，各商家常到富海海口和银市做生意，几乎所有船商都设置奉拜天后圣母之神位，以祈祷平安和顺利。哇，这里记载了这个庙这边的那个修建历史。啊，有人在这里求签。是的。海国安澜。这个龙的柱子，这是天后娘娘。这边的是福德正神。上香是吧？我都不会，从来我都。三只，不止三个地方。他们卖彩票是吗？哦，对，卖彩票，因为来到这里，人都来到这里，然后他们拜庙吧，然后一个人要买这个彩票给输这个输这个。哦。刚才这个人穿这个庙的庙衣服。哦，看一下，他这右边这里还有一个，这八仙过海，这边还有一个。
四邦一池，加官进爵，这里门锁了进不去。这里2003年开始重修的，刚修好不久，所以看起来很新。看一下左边这里是写的什么，刚才那边右边是四邦一池，左边是四福一池，同样的门上都是加官进爵。哦，上面还有迎客松，那个瓷砖贴的那幅画迎客松。2003他们开始从维修这里到2005可以我开始就修好，修好，修了2年，2年多。哦，2005年修好的这座天后宫，看起来都很新，周围看起来都很新。